最帅气的袁建平做主角。那今天呢，市长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各位动漫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还有我们台上我们的文化局长，还有我们的建平运作，还有我们好多在地民意代表的工作伙伴。刚才的这个表演哦，真是太有力量！我坐在第一排哦，哇，心脏都快被震出来了。哇，真的非常的帅气哦，非常非常有力量。今天刚才他们用这么有力量的音乐开场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动漫演唱会。那我想喜欢动漫的朋友，喜欢这个演唱的朋友，今天晚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晚上，千万不要提早离开，一定要听到最后一首曲子，好吗？好。明天晚上还有精彩的。明天晚上是什么呢？明天晚上是这个动漫热舞之夜。耶、喜欢动感的一定要来。其实从上个礼拜六开始，我们动漫展开始，我们这边就热闹不断。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一定继续热闹。还有下个礼拜六是这个声优见面会，声优见面会就是把这个柯南动画背后的日本的这个推动的，我不要讲什么人，大家自己下个礼拜六来一见真章。然后在下个礼拜天呢，就是 VTuber 的动感派对，把这个动漫的这个节啊带到一个高潮。所以喜欢动漫的朋友记住，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还有呢下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晚上都不要错过，让大家过一个动漫最热的夏天，好不好？我们誓约之身的朋友请来到我们的前排，然后呢我们其他的乐团的团员呢来请到我们的舞台前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哇，请把掌声献给为我们活动制造非常棒的光彩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邱建生局长，谢谢局长。还有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谢美音乐本人来到现场，还有呢我们黄崇祯议员的副主任，吴家和议员的秘书，梁维昌议员的主任，以及我们立法院邱若华委员的主任，鲁明哲委员的秘书，谢谢大家的热情。哇，来，我们有请吴马宝贝 cos 成现在最帅的我们排球少年，哇，排球中年了哈，帅气帅气。来，有请我们市长跟文化局邱振声局长帮他按个赞好吗？大大的赞献给我们桃园最棒的动漫大展，耶、每年都受到热情的支持，每年都受到大家热情的期待。好，来，我们再来一个 pose， 来，五马宝贝的团长请帮我们做一个帅气的 pose。 好，右手，耶！帅气的 pose， 让我们追光吧！就是这次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好，等一下主持人说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大家就大声的欢呼耶一下哈！2024桃园国际动漫大展，耶！谢谢。好，再次掌声，谢谢市长。受我们每一首歌的热情，哇！誓约之声想必已经好。那我们议员彭俊豪本人也来到现场，欢迎议员，谢谢议员，感谢您到场支持。好，那我们誓约之声呢？是我们桃园在地的好朋友，这一次全团到齐，究竟会带给？